好，我是少尔夏洛特，不是夏洛特烦恼的那个夏洛特。我是本次年龄最小的选手，今年17岁，然后我是我们学校的 F4， 就是非常有名，都知道 F4 是什么意思吧？就是四门 F， 简称 F4。然后我的爱好呢，非常的简单。服务员菜单拿下来，你家这，我要吃大牛排、小牛排、酱牛肉、肥牛酱、肥牛牛舌、牛舌大虾、章鱼麻辣、章鱼章鱼、猪脖精肉、五花肉、精品五花肉、五花肉辣猪排、超薄五花肉、糟猪头、辣椒酱、糟头肉、猪皮。先上这些吧，也不多啊，老妹儿。我妈妈就总说我是个饼脸。后来来了美国之后发现，哎，好吃的还挺多的，然后吧，一遇到好吃的就觉得特别难得，就吃的特别特别多。去年暑假我回国，我妈看到我说我已经从饼脸变成了甩饼脸。 Wow, fantastic baby.